大家好，上两期我拍的一个视频是做的一个顺毛，这期呢这几期咱们拍几个做点传统的木工的工具。传统的木工工具可多了去了，什么这个槽刨子啊，什么拆口啊，单线的多了。今儿呢咱拿这块木头呢，咱做个拆口。做这个东西好像就是十多分钟的事儿吧，挺容易的。我主要是给大家给大伙做个样子，看看这个东西怎么做，传统的玩意儿怎么使唤。这就是一块普通的料吧，这就是一块白标子白皮。咱不管它木头好坏，主要是为了做一个叫大伙看看怎么回事儿就行了，对吧？这是底下那块垫板，这也没有嘛，都是一块木头呗。做试试这个看看。头一个做的拆口呢，咱就画线儿。画线呢，拆口里有印子，这是一个呢，普通的破宝印子，已经没有嘛了，时候呢已经差不多了。我把它从那么拉口把它砸开磨了一下，这当拆口印子是绝对一点问题都没有。这就是一个这不宝印子一边嘛。咱拿这个呢搁在这块，对吧？完了之后呢咱做一个拆口刨子，对吧？拆口刨子做这个呢咱就画个线。这个东西哈，做这个拆口刨子这东西，你要说什么有什么定时啊规律啊，嘛也没有。看那方木头吗？嘛也没有，一个线儿也没有。就是嘛呢，你这个东西哈是个灵活掌握的东西，拆口这种东西哈，它有一种定型的。咱做呢这回底下带奶子，原来有一种定型，就是拆口保鲜剂眼前就行了。这个呢咱做个多少个规矩点的，好吧？嘛也没有啊，咱现在画个线。画个线呢，这拆口的东西大个企业应该就是中这块料呢，差点24吧，24-12啊，这块地儿就是中。这个东西啊是得中啊，是靠点前呢、靠点后都无所谓。现在咱开始画的口啊，接着一口，你看看保险的宽窄，对吧？你看这保险的也就是撒来后，你这个口呢就变成四个就足以了，对吧？这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直线。完了之后呢，我是个左手，我要是给自己做的包子呢应该我就做左手的，但是呢还是右手人多，咱是难着右手人呢，这做一个这个包子的角度呢，在这种包子就45度，就是有句话一寸斜一寸呢，走遍天下都不用问，这就是一个45。完了之后呢给这样呢再打那么长线，对吧？45呢这个口，这个呢你不管谁做呀，它都是你算一算这个印子搁这儿，加一个印子加一个保险在这块就足够了。你在这儿呢看到吗，这个东西根本就没有什么死尺寸啊，这个画一趟线。完了之后对着这个口在这块再画一趟线，就这么几笔，这个包子这就算完活了，线这就算完活了。完了之后呢，你要知道这个包印子是多宽的，印子这东西哈，什么6分8分的一寸的，不管多宽，多宽的印都没事儿。看看搁这儿，那这个印子呢，画上道，一画上道呢，就证明印子你做出来就那么宽，是吧？这就是那么宽。反过来呢，在这块再画它，这就那么宽，这个就叫完活了。因为你印子你对上，你看看，整整好好，就这么个东西，这个没有多难的玩意儿，你看。完了之后你把这印子填上去，再做个包箱也差不多了。咱现在开始呢拉它，一会儿呢咱再介绍这工具具体能不使唤，对吧？能不使唤吗？哎呀，你用个小台钳子，咱就别弄那个把那个烂钉子都是空了，对吧？现在呢把这个夹上，啊，这就算完了。完了之后呢把这口拉出来，把它踢出来，它保印子好握力啊，咱就开始拉这口。
这口呢，我就是一个表条的锯啊。这口呢，咱拉开了，从这口这四十五度才是下线啊。完了之后，这一锯就拉下去了啊。这个东西哈，就是说，多么绝对的东西，手工这玩意儿就这意思啊。啊，拉这口之后，要上里偏一点，具体偏多少，这个呢，就全凭的经验。这个东西呢，咋了？一会儿偏的时候偏完了，我再告诉大家这个活为嘛要偏点，就知道了。现在呢，咱看看离那个印子宽还有多宽。不能拉太过了，你也不能，你拉不到，你拉不到完了之后呢，他回来之后你还得去摸宝印子去，这口子一溜多大感觉正好，这道是直的，知道吗？这道是直的，但是呢，你要是手锯不算太有根呢，你有点天啊，坐地工具也是正常的。这块木头可不圆乎，这块是个华丽的，连鞭子带骂的吧。嗯，差不多，看看啊，这就算拉完了，把锯拿开，看了吗？完了之后呢，接着直接就踢。这个东西踢的时候，你自己要感觉有根，看了吗？就这样啊。这就出来了，挺容易的事儿，就是几下这就出来了。出来之后呢，换铲，对吧？我做这个东西，什么也不牵扯，什么剪接呀，什么美化没用。你看看这印子，现在看看，高出来那么一点儿，你把那底口抢平，让它印子跟它平了，你就不用磨那印子了。手工的东西。就这样，啊，今天呢，你对一下高哪儿啊？好像还差一点，还差一点。对，要差一点，差一点呢，那锯啊，它这个角有点冒弯，差一点，我再拉一下。基本就差不多了。嗯，这个口啊，拉的时候看到吗？这口拉的时候仔细看出来吗？是偏的。这口有点偏，这口偏，这口直，就是诚心拉的，要的就是这个套子。这种东西一会儿我做完了，一出花，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知道这个口要是拉直了，这个东西不好使唤，知道吗？这个现在这样做完之后呢，开始提这盒，啊，这个盒呀，提这种东西哈，你要说有正规的规矩。好像哪个木匠一个师傅一个家伙没有，看了这个东西就是那么一个圈，这个圈大小就是自己掌握的东西，没有什么死规矩，看了就是一个普通圆铲，没有圆铲拿凿子是一样做啊。这个东西就叫上起来看了，几铲的事儿就搅和。一定要看好，把这坡踢翻它，你不能踢垂直的。这种工具啊，都是那个
老祖宗啊，说句实话，那都多少年的了，万能多年的呢，你好，咱好像在这上没有嘛创新了。原来他这个手工工具，他经过那么些年那么使唤啊，这就是一个口出来了。出来之后呢，把前面的口修修，因为你这个口啊，你是拉的，拉的未必啊，多直。那么咱呢，把这口一定要修直它，修直了呢，这活看着它舒服。就那么几下的事儿，一口啊，还得上来来一点，这个口啊，好像还有一点偏。来把后头修修，这个后头啊不够尺寸，因为宝叶子上先打了，这种白皮呀、啊、一点它都不圆乎。燕子就这意思了，一会儿呢再把这燕子摸一下，你不摸它不行啊，因为什么呢，你这个东西它是原先那个老燕子和做了新口，现在把它摸一下，知道尺寸一会儿，这边上脚是高，一摸要跟那口对齐，现在这个几乎就算完活了。完了之后呢，这是一个板儿，这板儿呢要搁在底下当奶子啊，你到时候来回挪个嘛的，现在咱把它夹起来打个眼儿，打个眼儿呢，这个东西这个眼儿啊是你们六米螺丝的，现在呢，咱把它耗一个尺寸，这个尺寸就是大概七吧，无所谓的事儿。现在来这儿来倒，啊，来这儿来倒，这边呢。啊，再就来到，再就来到，再就再来到，咱画一个通线，一会儿好踢，是吧？主要是为了踢，尺寸呢靠这个边儿啊，就这么大就行。这个东西大点小点的不是什么特别关键，你主要是嘛呢？我这有个嘛好松子啊，拿着松子，在这找一个眼儿，啊，一会儿点钻呢。好打，为什么要打俩眼呢？一会儿得盯着开的口啊，这就行了，把它夹上啊，夹上之后呢，把外皮齐的，看看开始打的眼，这样平的，后边必须平，这个木头是大一点的，一会儿拿锯带一拉就行了。现在我开始拿点钻打的眼，
我那个螺丝呢是个六米的，咱就拿个六米的钻头打一下就行。啊，这个东西啊，要按正理呢，就得抬钱，这个帽啊，抬钻打，没必要。这个东西看看，在这来一个，这就行。垂直呢，应该这个东西差不多就行。你要是特别垂直，也没嘛必要，看看。大眼看着垂直，这就差不多。看看这个螺丝多长啊，这还差一块了，看看，估计在这块这就行了，把它打到这块。好，这个眼儿把螺丝捅进去不能动，再打这个，这个东西哈，深点浅点啊没关系。这眼打完了呢，这不还毛了一个吗？给这眼打了，啊，给这么这眼再打了。这就行了，这个眼儿呢就是完活了。完了之后呢，你拿一个锅尺把这俩眼儿的外边勾一下，勾一下就是为了这个好带你走啊，这个螺丝啊，啊，这勾完了吧，看看，就是这么活啊。这就这么活，搞完之后呢，拿铲把它踢了，这个就算完活了。啊，拿铲踢呢，咱就做这踢就行了。不要这钳子了，没用，拉口意思就行了。啊，这个呢，就做这把它踢了，踢这个呢，尽量别小了。这个烂的外边啊，稍微让它大一点，为嘛要大一点呢？那螺丝好走。你螺丝不走它就拿不出道来了。再翻个，这个东西啊，实际有的活啊，一捅它白捅，它就是这种东西。这基本就完活了，给你们再多少扎一下，这就透了。透了千万不能小了，小了螺丝过不去，还不能大了，太大它矿啊，这就踢出来了。一会儿拿搓洗微搓一下，这就完了，把这么来踢了。要是一般的呢，你什么拿个小锯呀，什么拉花呀，有拿拉花的功夫，好像这个就踢完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这俩眼完活了，啊，这俩眼完活了呢。完了之后呢，这个呢是有个螺丝的，我事先找了俩螺丝，都是这种后面方模的，啊，把它卸下来，你得把模搁里头好挂上啊。活这个东西啊，木匠的工具都是在自己琢磨。因为你对着打了眼儿，它就不会出毛病。现在你看了吗？这个眼儿，给这眼的外边画一条线，啊，为嘛这眼儿靠边呢？就是为了将来拆口啊，
用尺寸用大一点儿。啊，这个东西干嘛？就是这样，你量一下这个导箭号，你这个东西这个螺丝坐在哪个部位都行。你看，它为了上深点，它坐在这儿，啊，这就完活了。回来之后呢，找一个小凿子，啊，这凿子呢，啊，跟这宽窄差不多，看到吗？这个已经是正好的，看好了这母多大，这母一边大一点，把这个踢出来，把母给它下去，啊。凿子是相当小的，你必须啊，你要是那种别的模就不行了，这只是方模，必须得够深儿，你不够深儿模下不去呀，它的口啊，落不上，这样基本差不多。这么这一个眼儿，一会儿把这螺丝给它穿进去，啊，完了之后再提这门，螺丝必须得是恰恰整整好好的，你要不拧来拧去它就秃噜了，你秃噜这活儿你就没法玩了。差不多，意思就是差不多。给这个呢，再拿点钻给它过一下，这个牢的地方那个，对，啊，这个看好是哪面对哪面，这个东西也没有面不面，反正这个眼儿，这螺丝从这下去，搁在这眼儿里头，这螺丝从这下去，对着哪搁在眼儿里，且看看中不中。你要不中啊，你就得挑挑这个东西。现在没看准，我得找个细的东西扒拉扒拉。找个嘛东西，找个尖的东西都行啊。好像这面还是有点小，再多少提一点这号。因为这种东西你不能慢慢呢，做的嘛样就是嘛样，你不能把那个好的地界都给留下，回来之后呢，坏的地方给掐去，那个做活就不嘛，咱这什么呢？你也不掐也不动，就这样。对，他这里有杂呀，给他把那杂再倒一下。应该这样就差不多吧，哪头都行啊，反正这个东西，这样。现在呢，把这模给它凿进去，这个模给它凿在眼里去，必须要凿不好，看了吗？拿这个冲着上去掏掏，掏到了那个眼儿上正好的，这个还差点。
好像这个不够深，哎，也差不多了。嗯，再找一个扁片的，再来一下哈。嗯，差不多。现在呢，这俩母拧实了吗？把这进去。啊。不行，还得来一下，它不够深儿。再找一个十字的改锥，再找一个片儿，因为我那个口啊，剃的不老够深的，这个东西差这么一点儿啊，它都不行。我找一个铁片啊。嗯，找一个铁片儿，听一下。